我程度差不多卡在这里了，我们现在就等人挂机就可以了，就等升等啊。其实看你要挂到什么时候啊，如果你觉得可以的再去考。就这样呢。我想要先讲商人的游戏。哇，我抽到一只紫色的。啊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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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先把那两个讲完好了。看似很稀有，那应该是目前大家相爱吧？对不对？跨开西吧。聊天。哎，我干脆在这边跟大家合照就好了。公孙，你好。他是玩家吗？休闲小卒。到底没有玩家跑过来啊？白长寿，你好。